台北市本土语文公播影片教学简报，客家语海陆腔，教学年级二年级，刘燕胜，课文名称安秀巧，教学活动课文版本康轩版。设计者黄美珍，教学者张瑜琪，图片出处康轩版教科书和电子书第三册，客家委员会。学习目标，学习目标：一、念读课文并理解文意；二、说出本课的课语语词，准备活动，准备发通。小朋友，上课前请先将笔、课本还有橡皮擦准备好。小朋友，上课之前要记得把笔、课本还有纸的准备好。笔、课本、课本、纸的、橡皮擦。小朋友，上课前要记得准备好哦。小朋友，上课之前要记得准备好来哦。课室用语，课室用语。小朋友，上课的时候，我们要进教室之前，要记得有礼貌问候。现在我们来练习课室用语。上课时，上课时，小朋友说，小朋友讲，起起来，站起来，行礼，敬礼，先上课。老师好，老师说，先生讲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我们现在再来练习一次，起起来，站起来，行礼。敬礼，先生好，老师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请坐，请坐。下课的时候也要有礼貌问候哦。下课的时间没有礼貌哦。下课时，下课时。老师说，信上讲，下课嘞，下课了。小朋友讲，小朋友说，起起来，站起来，行礼，敬礼。信上是蒙音，老师谢谢你。长来了，再见。老师说，信上讲，长来了，再见。我们再来复习一次。下课嘞，下课了。起起来，站起来。行礼，敬礼。信上是蒙音，老师谢谢你。长来了。讲来了，再见，小朋友，你们都记得了吗？准备活动，准备发通。每一个人都有五官，但是大家都长得不太一样。小朋友，请你照照镜子，看一看自己的五官，和你的朋友、同学长得像吗？
还是和你的兄弟姐妹长得比较像呢？也可以看一看和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不是长得比较像。看一看你和家人有没有相像的地方，不管是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还是耳朵，或者是身材，都可以比一比哦。主要活动，念口文。小朋友，现在老师要来念课文，请大家认真的听。小朋友，大家先上我来念口文，我念进堂哦。第三课，安上场，安上场。阿爸老爱，皮孔哥哥，耳孔太太，安上场。阿妹老落麦，有细细个木柱，还有风风个嘴。一课念完了，小朋友，你们都会了吗？现在跟着老师一起念，信上讲一句，你听一句，老师说一句，你跟着说一句。第三课，安上场，安上场，阿爸老爱。鼻孔哥哥，耳孔太太，安上场，阿妹老落麦，有细细个木柱，还有风风个在。小朋友都很厉害哦，都能够跟着老师一起念。现在我们再来练习一次，两行还是跟狗来念一遍，大家再念一次。第三课，安上场，安上场，阿爸老爱，鼻孔哥哥。你空太太，俺上场，阿妹老落麦，有细细个木柱，还有风风个在。小朋友都很厉害哦，大家都能够大声的一起念，很棒。请看呢。现在老师要请小朋友一起来找一找我们这一课课文里面的生词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鼻孔，鼻孔，鼻孔。小朋友找到了没有？听到了吗？拿出你的笔，把它圈起来。拿出你的笔，把它画起来。很棒哦！鼻孔，找到了。接下来，大家要认真听哦。你空，你空，你空，听到了吗？找到了没有？把它画起来。你空，找到了，
很棒哦。小朋友，我们再来找一个。木柱，木柱，木柱，找到了吗？用笔把它圈起来。木柱，找到了。木柱，我们再往下找。在，在，在。小朋友，把笔拿出来，把它圈起来。找到了吗？在，找到了，好棒啊！小朋友好厉害！这一课到底在说什么？俺向巧，好像啊！俺向巧，怎么这么像啊？阿爸老爱，爸爸跟我，阿爸爸爸老汉爱我。爸爸跟我，鼻孔哥哥，鼻孔就是鼻子，鼻孔，鼻孔，哥哥，鼻子高高的，耳孔，耳孔，耳朵，耳孔抬抬，耳朵大大的，爸爸跟我，鼻子高高的。耳朵大大的，都长得好像哦。原来，故事里面的主角跟爸爸长得很像的地方有鼻子、鼻孔，还有耳朵、鼻孔。俺熊熊，好像哦。阿妹老罗妹，妈妈和妹妹，阿妹，妈妈。老妹，妹妹，阿妹老老妹，妈妈和妹妹，有细细个木柱，细细个，细细的，小小的木柱，眼睛，木柱，眼睛，妈妈跟妹妹有小小的眼睛，还有风风个嘴，风风个，红色的，红红的。嘴，嘴巴，红红的嘴。妈妈跟妹妹有小小的眼睛，还有红红的嘴巴。哇，是妈妈跟妹妹很像的地方，有眼睛和嘴巴。小朋友，你找到了吗？那你也看一看你自己跟家人哪个部分长得很像。请问小朋友，请问小朋友，刚刚我们念完了课文，现在老师有几个问题要问大家。题一挑，第一题，请问课文里读给阿爸又马个特色？课文里面爸爸有什么特征？刚刚我们有练习过哦。阿爸老爱哪位动熊强？有高高的鼻孔，有高高的鼻子，表示鼻子很挺啊。还有呢？还有太太的耳孔，大大的耳朵。哦，没有错哦。课文里面，爸爸有高高的鼻孔，太太的耳孔，很好，小朋友都答对了。请你挑，请问课文里读阿妹老罗妹哪位像巧？大家想一想，回想一下，刚刚课文里面，妈妈跟妹妹哪里像？木柱怎么样的像法呢？木柱
细细嘅目柱，小小的眼睛，细细嘅目柱，还有呢？还有风风嘅嘴，红红的嘴巴，风风嘅嘴，红红的嘴巴。妈妈跟妹妹有两个地方很像，有细细嘅目柱，还有风风嘅嘴。你们都答对了吗？好棒哦！哎，上座马改用。现在要请你照镜子，画出自己的样子，再用客家话来介绍自己。强一，照镜啊，先发出一卡的用，再用哈威来小改一卡。爱发马改，发木柱、皮裤。嘴、耳孔，小朋友，你都画得出来哦。再拿出来跟家人一起介绍，看一看是不是跟自己画得很像啊。一边照着镜子一边画，一定可以画得很好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咯，小朋友，长累了。